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硕哥看球频道。郭浩文这个夏天继续留在美国特训，并寻找 NBA 机会。这几天和莫布里、埃文斯一起打野球局。这期视频没有 KD，因为他去和蔡老板开会了。闲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郭浩文的表现吧。黑衣投篮假动作，突进来一个后转身，这个球完全被卡住了。没办法，眼镜哥持球进攻，传给浩文突破，哇，这个球被大帽了。骑士传骑士队服的这个老哥不认识啊，背身单打被刀了一下，浩文拿到球突破，没有机会，分给骑士老哥，超远三分球进，哇，刷一个助攻，不错。浩文刀了一下，抢断一个，眼镜哥起飞拿到两分，黑衣持球投篮没有，哇，暴扣，这一局应该是输了。浩文擦一擦汗，准备下一把。浩文持球突进传球，好球，助攻队友，突破上篮，第一手上篮，这一招我也经常用，这个速度可以的，又一个上篮 ，nice， 变向啊，没突进去，传给莫布利，往下突进去，直接起飞，好球，又一个助攻，运，对抗上篮，好球，直接拔起来三分球，哇，应手入网，快攻暴扣。打一个挡拆，扑进来，分球底线三分。I can't even be mad. It's a great show. It's a great show. Make sure y'all like and subscribe. You know, like and subscribe. It's great.